注意注意，收睇呢则动新闻之前，有请各位读者保持肃立。因为菲律宾文旦那岳棉兰老岛皇室酋长苏丹公主殿下出嫁啦！恭喜恭喜恭喜，超超公主正式升呢李太，一对新人昨晚在何文田摆酒，想起行礼嗰刻依然好感动噶。教堂嗰度即系当宣读话，我承认你系我嘅丈夫嗰度话，即系无论疾病与苦啊，患难都系要喺埋一齐，跟住有啲即系震下震下咯把声，咁同埋见到佢都好似有啲泪光。不过感动嘅仲有一班姊妹啊，开门利是由38000忽然升值变5条9啊！咦，乜中港司机咁好揾嘅咩？其实好奇怪，其实佢一路都系帮佢爹哋做嘢嘅，但系咧因为之前可能有啲误会，咁所以就唔知点解一路都系话佢中港司机。而家我哋喺印尼嗰边有啲生意上做紧一啲关于海产类嘅。你之前追我就话六个工人啦，印尼。系啊系啊，乜嘅？尽我的一切能力，梗系尽做少奶奶啦，梗系。咁就祝你哋幸福啦！